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魔仙美琪。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中有一个法宝哦，你们觉得它像什么呢？对，它就是一款拥有魔法的小提琴哦。今天小魔仙我奉女王之命来教大家用魔法来演奏美妙的乐曲。首先我们先来取下琴弓，展开，这里有一个开关， A 为魔法攻击，B 为魔法游戏，现在我们打开 A， 进入攻击模式。首先，用手由下往上滑动四个能量键，注入魔法能量。当四个音符宝石全亮起时，在魔力点上拉动琴弓。注意要用琴弓的魔力触发位感应魔力点，才能启动魔法攻击哦。再次注入魔法能量，就可以启动终极攻击。启动终极攻击，我们还要注意，当四个音符宝石一起闪烁的时候呢，魔法能量已经开始消失了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要再重新注入魔法能量，才能启动魔法攻击哦。打开 B， 进入游戏模式。这里转盘上有四个音符宝石，代表四种游戏。左右转动可选择不同的游戏。红色是魔法练习，用琴弓在魔力点上空拉动，开始游戏。不断的由下往上触摸四个能量键，注入魔法，成功时会告诉你今天的魔法得到提升了。魔法提升。黄色是收集音符，用琴弓在魔力点上空拉动，开始游戏。根据音符宝石亮的颜色，按对应颜色的能量键收集成功。蓝色是魔力测试，启动游戏，转盘会随机亮灯，告诉你今天的魔力级别。高级魔力，我今天的魔力级别是高级魔力。绿色是趣味演奏，启动游戏，持续拉动琴弓，就可以演奏出美妙的歌曲。还想看看更强大的魔法吗？那就让我们来提升魔法能量吧。取下四叶草盖子，放入变身器，向下扣紧。哇，能量翅膀打开了，原来是魔法精灵注入的能量哦。当想要恢复原状的时候呢，只需要轻轻将变身器往上提取，打开。看，就是这么简单吗？今天的魔法学堂到这里就结束啦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大家好，我是魔仙小兰。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中有一个法宝，这是一款新型的魔法钢琴哦。那么怎么样用魔法钢琴来演奏出美妙的歌曲呢？这就是小兰姐姐要教给大家的任务啦。这里有一个开关， A 为魔法攻击， B 为魔法游戏，现在我们打开 A， 进入攻击模式。首先，用手由下往上滑动四个能量键，注入魔法能量。当四个音符宝石全亮起时，在魔力点上挥手，神奇的魔法就产生了。我们再次注入魔法能量，就可以启动终极攻击。启动终极攻击的时候，我们还要注意，当四个音符宝石一起闪烁时，魔法能量已消失，需要重新注入才可以启动魔法攻击。现在我们打开 B， 进入游戏模式。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四个音符宝石，分别代表四种游戏，转盘可以左右转动来选择不同的游戏。红色是魔法练习，在魔力点上空挥手，开始游戏。不断的由下往上触摸四个能量键，注入魔法，成功时就会告诉你今天的魔法得到提升了。魔法提升。黄色是收集音符，
在魔力点上空挥手，开始游戏。根据音符宝石亮的颜色，按对应颜色的能量键。收集成功。蓝色是魔力测试，挥手开始游戏。转盘会随机亮灯，告诉你今天的魔力级别。高级魔力。耶，我今天的魔力级别是高级魔力。绿色是趣味演奏，挥手开始游戏，持续拉动琴弓，演奏出美妙的乐曲。还想要看到更强大的魔法吗？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提升能量吧。取下四叶草盖子，放入变身器，向下扣紧。哇，能量翅膀打开了，原来是精灵注入了魔法能量。那么取出也是很简单的，轻轻往上提，取出，就这么简单。今天的魔法学堂到这里就结束啦，再见，拜拜。